我叫王大卫，今年快50了。我是个厨子，可是到现在还没炒成过一盘蛋炒饭。我爸说，做啥事儿都得慢，做大事儿的人都是这样的。知道你现在恨我，可现在除了你没人能帮我，他们要杀我。你就不能换个人坑吗？茉莉，你也有今天的。好玩吗？好玩。那和刚才有电话啊？售楼的。这就是茉莉，打那时候我就喜欢她，可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李红兵，李红兵，这是我好哥们李红兵。龙猫他们昨天又堵我了。叫你哥吧。你在这儿，我在这儿，他们在这儿。今天是不平凡的一天，我们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啊！给，甜的。给。
你们谁吃过蛋炒饭啊？我们家老吃。可我们家做的蛋炒饭，你们谁都没吃过。你们家不一样吗？我们家的蛋炒饭，那是，就是那个，就是我爸做的蛋炒饭，是全北京、全中国、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吹牛！向毛主席保证！A lovely boy. How old are you? 他说你非常可爱。你多大了？快说呀，你几岁了？他九岁了。May I see your book bag? 把你的书包拿出来，让我看看。What's this? 这干什么用的？拍人的。It's a toy. A toy. How do you play with it? 这你怎么玩？极坏的国际影响。你这一板砖，苏美两霸不知要挑起什么样的国际事端。你走吧。我。你拿走吧。没准以后是文物呢。后来校长悄无声地走了，听说好像出国还教外国小孩唱中国歌。再后来，好像他突然成了名人，我在那电视里啥讲坛里还见过他呢。为了红兵的事儿，我得去跟绒毛叫板。我觉得他特怕我。去，收拾教育。蛋炒饭，妈，咱过年不是才吃蛋炒饭吗？
这不因为你哥当兵去了吗？一个人当兵，全家都光荣。你快点长大，长大了你也当兵去。爸，我哥，我还得替我收拾绒毛呢。瞧你这样，我要不在了，你怎么办啊？那你什么时候不在啊？你个傻蛋！你脑子里都想什么呢？你？我以后要做蛋炒饭，外国人来了都吃我做的蛋炒饭。爸，你就教我吧。咱们家祖上是御厨，学手艺啊，那是有规矩的，不能随便教，得看看你是不是那块料。到了咱们家开了福瑞楼，这规矩也没变。别看你爹我现在在馆子里的是个普通厨子，可国宴一有事儿，还得请我去掌勺。天底下的名厨有的是，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有些东西关这儿好使是做不出来的，懂吗？说不定我做的比你好。行行行，滚吧滚吧，慢点儿，做事要慢。其实那时候每天还真都挺快乐的，可我们还是盼着能早点长大，就不用上学，不用做作业了，那得多美呀！后来又发生了好多大事，很多人在北京开了个会，打那儿后，日子突然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也不知不觉的就长大了。词啊！嗨，那白想来了啊！一块游泳去。德行。好冲，能定死吗？哎，我那个警察都在那蹲着呢。不行吧？就这么地吧，再晚了就开场了，快！就一张票，千万别丢了。大卫，回家吃饭了。今儿咋这么多公安呢？人家是来维持秩序的。今儿的电影里有那个镜头。要来了，要来了。演员他们嘴唇上是沾了薄膜的，
将来我拍电影，绝对不会让这两个人进来。听边上人说，这哥们已经连着来了好多天了，每次看完亲嘴就走。后来他真去拍电影了，大家还都挺喜欢他，还得了好多奖呢。就他的电影里边，亲嘴真的就没被打断。干嘛呢？我妈说晚上停水，让我把水缸装满了。过会我给弄。干嘛？憋的什么坏呢？那今儿不是你过生日吗？怎么啦？我送你个好东西呗。你能有什么好东西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哎，我的心。红兵，大热天的，搞什么特务活动呢？没什么。生日礼物，耶！原装的。了你，送给你的，一辈子不许这样。
听见了吗？一辈子得带着，一辈子带着，一辈子带着，一辈子带着。他叫王大卫，来接班的。他爸爸是咱们这儿王师傅，得喉癌了，病退了。哎，我说大卫，你想干点什么呀？厨师。不是，你说清楚点，我没听清楚。厨师。厨师，刚来就想当厨师啊？不是，你会做什么呀？蛋炒饭。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呀？我做菜不喜欢别人看。经理，大卫把那捆葱全都给包了，每个大葱只留那么一小点，还没有那火柴棍大呢。经理，大卫把鸡蛋清都给倒了，20多个鸡蛋呢。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站住，同志们，大葱不加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不怪我。跟你爹学过，下面我宣布两件事。第一件，餐厅今天盘点；第二件，取消王大卫同志临时工的资格。你要有什么要说的呢？让你爸爸自己个儿来找我。老王，10年前我斗过你，我斗折你一条腿。这么多年我在灶上炒菜，你在堆儿上配菜给我打下手，您好像没正眼看过我炒过一回菜，也没叫过一回经理。今天呢，您要叫我一回经理，我就把您的傻儿子留下。经理，好，您儿子我留下了，但是只能扫地。那是他的造化。我从没恨过你，可你做的那菜上不了台面。爸，爸，他我他呀，就是不会做菜。慢点儿，别让筷子软，你要慢。
说件事儿，很重要。我喜欢茉莉，茉莉也喜欢我。我要和茉莉好。我也和茉莉好。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是说我要和茉莉好，就今天就在这儿，明白吗？出去把门关上，看点人。哎，你是哥们儿吗？你跟我说怎么办？你别动啊！挣钱，在家里住吧。我待不住，还有很多事情。儿子不小了，我你们就别管了，家里留下什么东西都是你的，不过你得给妈养老送终。阿哥，你会做蛋炒饭吗？爸以前让我练过，可火候老掌握不好，那玩意儿没什么大用，要过好日子，挣钱才是真的。
么你？洪兵他。他不见我。你们俩是我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现在我什么也不想瞒着了。咱们都是从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家里都是要什么没什么。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未来。现在全世界都在变，中国也在变，以后就是钱和权力的天下。你到底要说什么？我再也不想一家几口人就挤在那17平方的小平房里过一辈子，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再见。哎，莫莲，莫莲，哎，你快把他叫回来，你哄哄他，你把他拽回来，他走了，快点啊！你懂个屁！大卫，以后好好照顾妈妈。他们说你怀孕了。嗯，别害怕，妈，我跟你结婚。我没人要了是吗？我一直就想。其实真的，我们，我们是不可能结婚的。你觉得咋样？好饿。蛋炒饭，这吃吧。
各位同志们，我告诉大家这个消息啊，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党和国家这么信任咱们，不是这让咱们承包这个亏损企业，承包了，你们可就当经理了，就可以挣大钱了。还需要2万元，一顿饭是5块钱，需要8000顿才行，一年要16000。大家呀，动员动员，下周区领导就要到咱们单位签订这承包合同了，千载难逢啊，给大家带大红花呀，这是党和国家对你们的信。这能给退了吗？后来我才知道，为了跟我爸好，我妈偷偷从家跑出来，这个罐子就是我爸送给我妈的定物。第二天，我妈一大早就出去了，天擦黑才回来。我终于有自己炒菜的地方了。那些天，我从早乐到晚。这事儿，准错不了。大卫。我结婚了。哎，你干嘛干嘛？哎，长本事了你！哎，吃吃。你当了老板，你还不吃我喜糖了？还不是老板，是经理。行行行行行，你真傻呀？这你怎么弄啊？你管不着，我愿意。我有地方炒菜了，我想好了，我要做我爷的御膳。御膳？洪兵答应来帮我，但说这得赔个底掉。我说我是老板，得听我的。洪兵拗不过我，就按照我的意思来了，所有都是按照福瑞楼原来那样弄的。洪兵跑前跑后。张罗所有的事儿，全部都弄妥了，我们就开张了。3天了，没事儿。哗啦啦啦啦啦，下了雨啦，看到了大家的都在了跑，吼吼哈嘿，你有钱做不到，吼吼哈嘿，你有钱做不到。才2礼拜，没事儿。别走，大哥，大哥，哟，哎，大哥，你们摔着吧，我不吃。哎，我真的很好吃，真的。我上厕所，你尝尝尝尝尝尝尝，这厕所我尝尝尝尝尝尝厕所我尝尝。哎呀，大卫，明儿跟着改戏吧。哎，主任你好，哎，我家事办完了，明儿早就上班去。哎，再见，主任，再见。
今天我四九城转了一圈，也就你热腾的样子，衣服也别给我剩下啊。我们是打圣馆的，您能给我照顾一下吗？哦，对不起先生，我们这里已经位子满了。任管饭有这好事？没问题，只要提苏茉莉，说是他朋友，这儿老板绝对管饭，晚上还给地儿排练。有问题吗？这苏茉莉是谁啊？你问我，我问谁去？萨特说过，正是这种虚无，才是行动意志的基础。当你在看我的时候，没有你的日子里，我将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美国人真的要来漂洋黄河了，不能让他们漂。龙王，你不认我了？我大卫，咱俩小时候还打过架呢。同胞们，你饿不饿？我给你做点东西吃去呗。我要咸水漂。跟我一起走，那吃完再去漂呗。The end is near, and so I face the final content, my friend. I'll set it clear.I'll state my case, oh, which I'm certain I'd live a life that's full. I've traveled each and every highway and more, much more. Molly!哎呀你咋成这样了呢？我没认出来你。什么？我这都没认出来你。你可一点都没变。你啥时候回来的呀？刚刚。这火乐队找投资来了。啥投资啊？办演唱会，现在钱特难找。我有。I hate it all. 你都甭管了。没事儿，饿的，给他弄点吃的。搞乐队都吃不上饭。嘿，哥们儿，饭来了，醒醒啊，醒醒醒醒。约好了，约好了啊！你就放心吧啊！你啥时候回来的？啊，可以。什么？你不来这事儿怎么谈？我不管，钱我都已经收了。我告诉你，这事儿要是黄了，我跟你妹。喂，喂，这位就是牛老板，这位是香港来的郭老板。这位是著名歌星苏茉莉小姐，这位是香港首富红发机构老总的公子，他在牛津大学上学，现在放假回祖国看看，不太会讲中文。牛老板很忙，你们大家都知道。内地正在快速的发展，我们大家做生意的都是要和内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我们刚和上海签订了一个每年200万吨的水泥出口，运都运不过来啊，真麻烦呢。我的工程建设公司刚刚在扎江港建了一个水电站。哦，深圳特区要修建一个核电站，
我们也有参与啊。啊，你好像对这些项目都不感兴趣啊。那你对什么项目感兴趣啊？你对他感兴趣？他们说的啥我一点也听不懂，可是我哥的生意就谈成了。他和牛老板后来真的就用火腿肠从俄罗斯换回两架飞机来。在这以后我哥谈啥生意他都带着我，说我是他的大福星。我哥和牛老板后来去了俄罗斯，也要拉我一块去，我没答应，因为茉莉的演唱会连个影还没有呢。哎呦，这哥们真神！我跟你们讲，来，咱们喝一杯。来，等会儿。这钱的事你放心，钱我有的是。哎，这，大卫，我想借点钱。你自己拿来。李哥，您看这演唱会的事儿，这全靠您了。这钱的事儿，哎，你放心，有的是。那什么时候到位呀？哎，丽丽。你说你想需要多少钱？我说你想用多少？你说话，有的是。大卫，别闹！这儿怎么是一个黑店？李哥，这他妈什么素质？这是！折腾不出去了，那也不去了啊！我要吃猫耳朵。吃。我要当歌星，我一定会红。不出去了啊！
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不，我联系个厂子。吓我一跳。干嘛呀？我开会，就开个音乐会，唱歌的。我们这是踢球的地方，你该上哪儿溜达哪儿溜达去。我愿意投资你们演唱会，不过我有条件。什么条件呢？你要做我的女人。这么大个场子，然后里边还有摇滚，这是头一份儿，这是。反正全北京的地儿我都看了，就这地儿是最合适。摇滚，崔三来吗？唐朝呢？哎，是不是他们俩都一起来啊？啊！跟我说这话的大富豪多了去了，你不相信我是第一个这么认真跟你说这个建议的人吧？你不是贪图富贵的人，你有梦想，但是你别忘了，女人老得很快。我跟你说，这次咱台不搭前面不搭后边，咱搭中间给搭一个台子，高高的台子，然后呢，这不一圈360度全都能看见。那台子得多高？台子。得跟前面楼子那么高吧，可能还得再高点。这能成吗？这个世界是残酷的，不过也很公平，就是哪里有的去换没有的。有些可以换，有些不能换。哎，你这章上是什么字啊？你没看那上那大红字吗？上访办庄。只要你答应，我们就回去。你能保证不找别的女人吗？缠住他！干嘛？公安局啊！喂，我们抓住一骗子。演唱会办好了，你看看。我都跟你说了嘛，人已经走了。莫莉走了，这次真的走了，肯定不回来了。大卫，我去给他办演出的那个，回来。大卫，有件事儿我得跟你讲。这饭馆已经不是你的了。那为什么呀？2个月前。我让你签了份担保合同，我用这饭馆抵押了个项目，现在项目方拿钱跑了，所以他们要把饭馆给收了。等会儿就会有人来贴封条。为什么呀？你他妈没脑子呀！就你，你凭什么当老板？
那他们啥时候来呀？一会儿就来。那我得去炒个饭。走吧，没劲儿了，赶紧走吧。不对，怎么都没了？哎，都没了，怎么？走，赶紧走。怎么都没了？怎么回事？啊，别叫我哥，说。没事，没啥事。这位是顾律师。都是你编的吧？现在你就是这儿的老板。资本本来就是血淋淋的，我想你我都一样。我不坑朋友。哥，啊，咱回去吧，难受啊。如果没别的什么事儿，就到此结束吧。哎，我这还有点事儿。托卡列夫，你别犯傻啊，这没用。过来，哥，你别闪开！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大文，大文，大文。你别啊！打死你！太便宜你了！我要让你好好活着，让你好好享受，生不如死。别人说我哥早晚得死，说我哥跟牛老板在俄罗斯捣腾卫星出了大事儿，他一人把事儿都扛了。李红兵生意越做越大，还上了啥排行榜，可我看他一点都不高兴，
因为眼睛里没事儿，他把饭馆卖了，让人给我送了些钱，我没要，我又回了福瑞楼干杂工，每个月900块钱，管吃不管住。大伙儿对我也都很关照。大伟，快点！其实他们心肠都特别好。我的脚线弄好了没有？你找死啊你！大伟，这车到了，怎么还没去卸？快点！大伟，把车垃圾到了。大伟，攒多少钱了？什么时候把这个店赎回来呀？啊，快快了！呸！快了屁！哎，帅哥，你媳妇儿可又上杂志了啊！我傻小子。吓唬他，人家在美国那都上市的，斯巴达克斯那钱都海了。那要是美国这么吓唬呢，早晚也得完蛋。就你赌个球，你胡说八道跟着。哎，我跟你打赌，赌傻子赢。我们所有阿秋的歌迷来说，都是终生难忘的。从今天开始呢，哎，这是生男生女都一样。应该有一个共同美丽而响亮的名字，大家一起想一想。大伟，这箱又是什么？玉米。你好，服务员，请问王大卫在吗？啊，您稍等。好。哎，酱油傻哥。我跟苏菲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呢，之前在他那边听到了你唱的这个。你简直是个天才！啊，谢谢你。那茉莉现在怎么样啊？茉莉？哦，就你们叫苏菲啊？苏菲还不错。哦，那你们别走啊！我给你弄点吃的。哦，黄扒鱼肚，苏菲也特喜欢吃。你别走哈。大卫，你的蛋炒饭成功了吗？好多谢大家。呢一点咧，我哋想请香港科技大学嘅刘教授解释一下。诸位，我的专业是光学研究。大家看到的这幅照片，其实完全是因为透视的关系造成的误会。我们调取了美国 NASA 提供的卫星图片数据，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反复的计算，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两只手之间的距离为2.45毫米。咁，琴日下昼你系咪同郭子仪办理咗离婚手续？啲财产打算点分呢？对唔住，
呢个系我私人问题，我唔想答。本部有消息来源话，苏小姐系嚟香港之前同一位据说系参饮人士有超亲密关系，而且仲保持至今。传闻苏小姐嗰位姓黄嘅男朋友系咪精神有啲问题？我希望苏小姐可以对你啲 fans 有一个交代。听讲仲有 B B。咁请问你性取向系咪正常噶？够了，都甭跟这废话。我宣布，打今儿起，我退出娱乐圈。安静小姐，耽误你几分钟，就几分钟。你对苏菲退出娱乐圈有什么看法？管我什么事嘛，哪天打酱油的。日经股指大幅下跌514点，跌幅超过4%。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股市平均这里边的300万是给你的酬劳。印度孟买股市敏感三零指数当天收盘请你务必今天把它办好。菲律宾股市当天随时等待。此外，欧洲股市17号一开盘就急剧下跌，伦敦、巴黎股市股指跌幅超过2%，法兰克福股市股指跌幅达3.3%，各银行股跌幅明显。继欧亚股市后，纽约股市三大股指期货也在17号开盘后跌幅接近2%。看来是但不是他说的你的大伟你小子还真灵啊哎咱不会有什么事儿吧我看老板这两天有点不对劲儿啊咱们又不瞎折腾，那怕什么呀？李总，我们老板有请。区区2000多万，非得这样吗？金融海啸，跟这有关系吗？我真纳闷儿，就没一个朋友帮你吗？还有个发小，是饭馆的老板。那就快播。大卫，我知道你现在恨我，可现在除了你，没人能帮我。他们要杀我。你就不能换个人坑吗？茉莉，你也有今天的。我。好玩吗？好玩。刚才有电话。啊，售楼的。小汉啊。我说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咱们到那边看看去，拿着这个。知道你现在恨我，可现在除了你，没人能帮我。他们要杀我。
什么意思？耍我呀？啊？那你不要就算了。站住！放下。这他妈没法玩了，啊？哪儿哪儿都不讲规矩，见过这么熟人的吗？那主说我很靠谱，弄了个东西让我签上字儿。后来公安局把他们给抓了，了解情况的时候问我，那份东西里写着卸胳膊、卸腿什么的，我怎么就敢签？我笑了。我跟警察说，一看那人模样就知道是吓唬人的。好了，我找你。警察白问我半天，跟我说，干那种事儿，那些人可不是头一回了。茉莉呢？不知道。我说过去。找你说，跟我发好大脾气，可厉害了。没想到你真会来。嗯，你以为我想来？我，那还反正先这样。你不该来救我。真他妈傻！证件、路线图还有钱都在里面。咱们两清了。那傻子没觉察到吧？不许叫他傻子，不许叫。
赶场了吧？有可能。这黄老板怎么着？大卫，过来，过来呀、啊！换新老板了，知道吗？都在屋里开会呢。听说马上要裁人了。说咱们没事吗？这回你说的怎么不灵了？哎，大卫，老板叫你。他们说，新老板是我。啊？是该炒蛋的饭的时候了。李红兵把夫人楼买下来，让律师还给我，还特地告诉我说。这些钱是干净的，打那儿后，他人就没影了。后来有人说在青海农村希望小学见过他，也有人说在普陀寺僧房见过他。坐吧。蛋炒饭看起来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可是最高境界的蛋炒饭，就是用最简单的材料，炒出最复杂最绝妙的味道。过去的文人墨客给它取名叫菩提玉斋，现在据说已经失传了。慢点儿，别人快的时候要慢。火炒不好，火候老是不对，你可能行。真他妈傻！真好吃。你花了多长时间学会的？我差不多30年。Thank you.
你爷爷做的还好。金老问我怎么把蛋炒饭炒成白的，我也不知道。我的蛋炒饭出名了，还被评为世界十大美食。我每天就做80份，多一份不做，做多味儿就不对了。有人要我开个分店，我没干。直到遇上他们，我都没想到还有这么多跟我一样的人。店开了一家又一家，一直开到美国了，还接到了白宫的订餐电话。我以后要当大官。我以后要唱歌。我以后就当厨师了。